咱们来学第九课啊，把书翻到第32页，小学满语文教材第二册第32页，咱们来学习第九课。第九课啊，第九课。首先，他第一个写一个科，写一个科，接一个一啊，我们就看到了啊，像左甩的这种尾巴向下接字的时候怎么的，直接竖下来，直接接就可以了啊，直接往前接就可以了啊。那么，接一个一啊，接一个一，直接接下来就行。K 啊，科一 ，K 啊，科一 ，K 啊，科一 ，K 啊，写一个 T 啊 ，T 接一个一，接一个一，那么这样呢，也是直接接下来啊，直接接下来就行。T T 啊 ，T 读 T， 哭。接一啊，这个呢也是一样道理，直接往下接就行，直接往下接就行。那么读成亏亏亏啊，读成亏 ，k k 亏啊 ，k k 亏，写一个同样的，写一个歌，接一个一啊，一样的道理，直接接下来啊，直接接下来。啊，歌一，歌一，歌一啊，读 g， 歌一，歌一，歌一啊 ，d， 接一个一啊，就是直接接下来啊，直接接下来，接一个一啊，这样 ，d 啊，读 d， 孤。接一个一啊，估接一个一，直接往下接就行了啊。读成归啊，读成归，这个读归啊。k k 亏 ，g g 归啊。写一个喝，喝接一个一啊，接字的时候直接往下接啊，直接接，接成一个黑啊，黑喝一黑，写一个 T， 接一个一啊，直接往下接。得到的是 T 啊，黑 T， 写一个呼，接一个 E 啊，那么呢，直接拉下来接是吧？写读成灰灰灰，黑 T 灰，黑 T 灰啊，好，写一个。咔咔，接一个一啊，这样的话你就直接往下接了啊，直接往下接。那么呢，读成开啊，开开啊。开啊
开，开，一，开，开，啊，嘎接一啊，嘎接一，这样子直接接下来啊，读成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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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哈接一个一，也是直接接下来。接读成嗨，读成嗨，嗨啊！黑皮灰，开该嗨啊，开该嗨。然后往下再读，写一个阔啊，写一个阔是吧？接一个一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就直接接了啊，直接接，很简单，非常简单。亏啊，亏亏亏一亏亏啊，锅啊锅，接一个一啊，龟龟啊，读龟龟。锅，锅，接一，啊，读灰，读灰啊，亏亏亏啊，亏亏亏，亏亏亏，我把它擦掉，我把咱们学的这些个音节呢写一下啊。第一个 ，k， 给，黑啊 ，k k k，k， 滴 ，k， 亏。开该嗨，踢踢踢，开归开，开该嗨，开归开。再读一下，开该嗨，踢踢踢，开归开，开该嗨，开归开。咱们把书翻到课后练习题啊，课后练习题，咱们来写一下课后练习题哈。第一个是 K 啊 ，K 啊 ，K 是由科，是由科与一拼得来的，是由科与一拼得来的。K 呢？是由歌与一拼得来的啊，歌与一拼得来的啊，然后是黑，黑呢是由喝与一拼得来的啊，是由喝与一拼得来的，然后是 T 是由 T 与一拼得来的。T 与一拼得来的 ，D 是由 D 与一拼得来的 ，D 与一拼得来的 ，C 是由 C 与一拼得来的 ，C
亏，是由哭与一拼得来的。大家一定要跟着写啊，一定要跟着写，一起写，多写两遍就熟练了啊。归，归是由孤与一拼得来的啊，是由孤与一拼得来的。灰是由呼与一接写得来的啊，呼一接写得来啊，这些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继续往下进行，那么开呢，开呢是由咔与一拼得来的，是吧，是由咔与一拼得来的，开呢是由嘎与一拼得来的，嘎与一拼得来的。嗨，嗨是由哈与一拼得来的，是由哈，小一点啊，哈与一拼得来的。亏是吧，是由阔与一拼得来的，阔与一拼得来的。归是由郭与一拼得来的，郭，郭接一啊。灰，灰，灰啊，是由豁，是由豁与一拼得来的，豁与一拼得来的啊，是这样的。大家看一下哈，多练习几遍。那么这节课呢，咱们就上到这儿，这节课的任务咱们就完成了哈。